双人牵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有只厚，才知影痴情是第二讲的人。烧酒落喉，心情轻松，有酒放起山，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好亮，真的好亮，好刺眼！淡水都这么亮的吗？啊，哎呀，好亮，好亮，好刺眼！你有看到我旁边金光闪闪吗？你先把帽子戴起来，自带光环的男人，没错。对，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就那一区。我们今天就在挑战淡水，因为平常都是我们在送幸福。对，今天老板送幸福啊，说什么单杠悬吊，然后男生只要300秒就 iPhone。300秒，三百秒，绝对不可能。你有试过？5分钟哎，没关系，我们以前内湖就试过了。真的吗？2分多都不行。哦，所以老板来削人的，对，所以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好，下次见。走了走了，5分钟我他妈。他都说不可能了，还有什么好看的？赢不了，我们也是要挑战。我们看一下谁比较烂。我们赢不了，但我们可以比看看谁比较烂。对，真的好。好，无论如何，我们先进去看一下，看一下场地再说。哎，我们现在来到位在淡水的拉单杠大赛。其实它不是拉单杠大赛，它是吊在上面，看谁吊比较久。它这边已经有出来了，帅哥，帅哥，帅哥，然后是有头发。帅哥，如果挑战成功80秒，娃娃一只，2分钟大娃娃，150秒特大娃娃，哦，200秒，哎，200秒就有这一台电动滑板车，300秒就有 iPhone 一台，你觉得我们可以撑多久？我觉得连80秒都。我认真讲，这种会转的杠，80秒真的会有问题。但我跟你讲，没关系。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位真的厉害的高手，而且他是在美女区的，我们欢迎思力。你们对思力有印象吗？应该很多人有印象，就我之前在永和三剑客有办一个单手的 lock out 比赛，然后她是现场唯一的女性屌虐其他男生的，因为那天是路人挑战，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抱石攀岩专项，比赛资历很猛。我记得你有拿过金牌，我有参加过全国大专杯锦标赛，然后拿过某一年冠军，现在也是香港攀岩代表队的选手。哦，那这种呢，你有信心吗？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杠会转，他这个会动，手腕力量要很强，那稍微有点扣住。我们今天就是来实测看看这个挑战到底是可行不可行，到底有没有机会拿到 iPhone。我觉得这个就算不会转，我都觉得久，因为第一你的体重，然后你抓久那个手的压力是很大，你身体一直去抓这边会很痛，很痛啊。而且不是只有这里痛，它会连接到你的手肘、肩膀、阔背都会很不舒服。我问一下实力现在体重多重？目前是52，82，82，82，76，79。我们如果被砍一半的话，就可以掉很久。好地狱啊！但你看波波的手，他已经涂粉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老板，他这样可以吗？可以，就是不要不能戴手套就好了，不能戴手套。哦，刚刚有感应的。那我应该拿那个胶来，有一种喷的胶，可以，它可以黏住。对，感应得到，可以。哎，这个红棍直接扇过去啊，会中出来啊。1号挑战者波波，好，准备好了，快点，速度比较快。那你觉得你可以拿到什么？应该拿不到啊。我觉得80秒真的很难，很难，真的很难。我觉得到1分钟手应该很痛。我觉得压力应该不在你手上，压力在谁身上？他，我的压力只要干掉你就好。我的压力只要不要输你太多就好了。他的压力就是要赢我们。他背上扛着攀岩跟抱石，没有，他背上扛着滑板车。那如果你没有赢我们，你会不会？不要讲那种不可能，不要讲废话。你有什么策略？我没有策略啊。第一个，我也有什么策略？等到我拉完以后，我再跟你讲。来，你怎么那么湿啊？很热啊！来哦，哎，他紧张了。开始了，好，开始在跑了。舒服吗？5秒，6秒，7尚可接受。可是他会滚，真的很烦。你的前臂要多出力。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可能
我已经可能阔背肩膀手肘。行不行啊？你不要跟我讲话。你教多久了？才二十五。我刚才八十秒，不可能。不知道，不然这样，我们15秒给你报一次。好，30。等一下次报就是40。我就不知道已经超难了。不是，他会转的难。如果不转，我觉得你不要讲话，你有什么话下来再讲。你觉得讲话有差吗？有时候不行啊。有差啊，讲话有差。快不行，快！你看他脖子，你听到他脖子，哇！快分钟，快分钟！52。哦，要掉！我操！56、57、58、59。59。这样是好，我讲他的困难点。我们平常拉单杠，其实你只要握紧就好。对，可是他这个不是握紧，会滑，所以你要用力。他这里会一直用力，我一直用力。前臂。你现在这里是肿的，不是这里肿，是因为他这边一直滑，所以你这边要一直这样子。哦，你要想办法再转。对，你必须让他长，不然他就会变成这样。然后正常你这样握是正常的，可是你这样握。你扣不住，因为你这样的面积太小，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吧，因为才能勾得住嘛。所以你这边一定要一直出，手一直在上面，因为它会一直变成这样，哎、啊，变成这样你就滑掉了。哦，你觉得活粉之后有比较？活粉应该有差吧？止滑一定会有，可是它不是因为滑，对，它不是滑，是因为这个转。现在痛的是这里，它是会痛哦。我们等一下轮流下来都会跟你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心得，希望你可以，希望你可以滑板车，电动滑板车。两百四几秒，那跟鬼一样、啊，跟鬼一样啊！还好啊，我踩一半我也可以。波59秒四次吧，我记得。你要先，我先，我怕在你后面压力太大，我先来缔造一个神话数字，让他压力很大。我们现在有观众，我来问一下他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好。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哎、欸，那你知道戴帽子那个是谁吗？知道啊，他叫什么？波波。他、啊、那个、欸、蔡老师，蔡你怎么都知道？还有看影片，最喜欢哪一部影片？我最喜欢看你们拉陀螺。拉陀螺，我也很喜欢那部影片。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干嘛吗？拉那个，对，帮我加油好不好？加油，对，加油，谢谢，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要减轻重量，对不对？减轻重量太重了。盖伊为了挑战成功，还特别带了家伙来啊！好烦哦，这压力很大。不会啊，超过60秒就可以了。还走，等一下啦，还没啦，快点没气，那马上没气了。好，15秒帮我报一次哦。大概15秒，这样才15。没有，刚开始有7秒，现在表上30，是不是我讲了呀？你要跟我讲话，我刚才跟你讲话，很痛，看起来还好，很痛苦。四十。哇塞，他前臂那个肌肉跑出来了。他已经开始要滑了，表上53，表上56，表上1分钟70秒。感觉很强哎，很强哦，这样已经很强哎，他有机会80秒哎，娃娃一击哎，80秒。哇！79。79、835，是不是我讲的这样子？很痛吗？就是你要下来之后你会回不去。对，所以你一开始我到后面不是一直要拉，就是想要把它拉回去，可是拉不回去了。扣紧的时候那里要撑超久，很久，只要滑一点点就没救了，因为它会滑开，就回不去了。我是完全撑不住。好啊，我吐那么多。之前有试过在健身房，他比我还久，我不耐痛。没有，这个还会，这不会痛，这跟掉那种单杠不一样。掉单杠是整个手臂到阔背会不舒服，这个完全只是屈指跟屈腕。对，我觉得成败的关键就是握力有多强。那你没有测过吗？握力超强，握力七级。对，但是那是瞬间啊，我瞬间握力很强，但要 hold 着的。哎，我听你这样讲，我现在这个好酸哦、喔。你又来了，每次都这样讲，真厉害。然后每次都最强。现在好累哦、喔。好、啊，你还没用，还没有开始。磨粉那有没有用？我觉得要用磨粉。超派。放空冥想就好了，手要包住。一开始的姿势很重要。好，走。手包住。他手大，他脸好痛苦。他手很大，他整个包住啊。对啊。
对，我跟你说，你完全不能滑掉，你那个大拇指扣食指要扣很准，很紧哦。只要滑掉就什么都没了。他已经开始在痛苦，但他真的在拍片的时候，他会肾上腺素会掉，他会一直努力的想要。我觉得他应该90秒，我猜他90。食指、大拇指那个要扣紧哦，就他这地方不能滑掉。61，你干掉我！加油加油！不要不要，眼睛闭着，闭着眼睛，走。69909，真的是只要这样就没了，对，就没了。所以你前面那里要撑很久，但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完全，因为也没办法这样子，感觉跟掉一般的刚刚完差很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是握力问题，就是这个是扣，如果是曲腕呢？曲腕的曲腕跟握力啊，握力不太需要。你看我现在如果这样握，它就变这样，对啊，所以它一定要握不住啊。但你下来之后，你的握力还是可以盯一段时间。对，实力你要拿出什么秘密武器？哦，是一样的，是不是？哦，那为什么你要拿你自己的？因为它这个时候是的，它是会一开始挤出来湿湿的，然后它干了之后会厚的比较多，就是不会一磨东西就没。实力，你有信心吗？你觉得你可以到几秒？拍完前面的选手之后，我觉得拿到一只娃娃就不错。拜托，靠你了，我们靠你了，靠你了，众筹而回。刚刚有人是有办法拿到娃娃。没有，79点多，药师69点多，哎，我赢了。但我觉得这个练一下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到可以练。先不要讲一些有的没的，你先承认你输给我。我输了，我输了。好了，这个好不承认的。那你要请我喝饮料？没有，我刚打标赢哦。我们今天的希望，加油！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等一下不会跟你讲话，你要扛住，你不要逗人家笑。不会，我会逗你笑。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只要能够拿到这个，你要什么音乐？电动滑板就好。你要我你要什么？韩国流行曲。K-pop。K-pop。Yeah。K-pop。K-pop。会不会实力直接挂一首歌都在上？他绝对是鬼。呀呀蹦吧呀！老板在偷笑我们。加油！开始开始。我们大家要多用力，保持安静，一起陪伴势力，缔造一个淡水的传奇。你看你看哦，因为他手比较小，所以他其实包起来相对我们男生会吃力很多。要是因为他手指头很长。对，所以他在吊的时候，他整个包着，然后大拇指压住食指，卡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是最吃香，因为手指头。但我觉得我那握指都是用在这里。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这样手指头应该没用到啊。没错啊，63、64、65。妈，他已经有娃娃一只了。阿烈，在15秒就有大娃娃了。哎哎哎！哦。哇，78。我觉得他的 setting 没有做好，你小拇指一定要握到，因为你小拇指滑了，你什么都没了。我刚才有在这边一直注意看，其实他小拇指很快就已经开始分离了。他的吊法是，那你觉得刚刚是难在哪里？是哪一个环节？你觉得会让你 hold 不住？要转下来的时候，想回去就回去，结果但其实回不去。对，其实我小拇指比较短。哎、欸，真的，你看跟药师比，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这种很吃香的。对。因为你可以整个包住。我发现其实前面这边用不用力不是重点，因为你手一定扣得住。我觉得小拇指才是重点，就是屈指肌群在用力了。对对，应该说这个弯的，应该没有用到屈腕吧？一开始有一点点弯，然后发现其实没有很好，没有什么帮助，对对。然后就慢慢转直的。哎、欸，很难呢、欸啊。老板，你说女生多少的算强的？他这样算强的、啊。那男生呢？通常都在60-70，所以我们也是差不多平均值而已。主要是因为也没有特别练这个东西。想再挑战一次。你还可以再挑战一次吗？休息一下。这个好胜心是蛮强的、啊。不然他怎么去比赛？不知道香港队的。真的，再一次。老板有试过自己几秒吗？我也没试过，很低，120几秒，差一点点，快到了。我觉得我第二次在休息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普通人可以掉几秒。哎、欸，还有想要虐我们？哎、欸，他们观众都以为很简单啊。来啊，我跟你赌，赌什么？79秒。我给你排那个。啊，什么意思？如果你输我怎么办？今天晚餐都有付。真的假的？你赢我，我请你吃饭。来啊！
七十五秒啊，来哦，来，哎、啊，刚刚诀窍没有教一下？没有诀窍、啊，你都看那么久了，小拇指都用一点力，手再直一点，再直一点，好，不要太弯。那、啊、你开始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菩萨。三心不五哎、欸欸，不是真的有用啊，真的有心心照想，懂了懂了懂了。不如是，还有你二十，快三十了，快三十了，三十秒，三十秒，三十秒，完蛋了，没了。他最多站十五秒。我跟你说，不然波波看不清楚。好、啊，还有五秒，还有五秒。哎、欸，超过嘞、欸！超过了，被啪啪啪！你也太快赢我嘞、欸！哎、欸，对耶，他有机会赢我。对耶，哎、欸，有他赢我嘞！好，两两分，对对对！哇！我们谢谢今天的干爹，淡水阿给，淡水阿给，谢谢干爹。目前趁师弟在休息的期间，我们三个来插赌一下，比反握。好，双麒麟香肠，没问题。看先，他先啊，没有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啊，照顺序这样就好。先的人很衰、欸，对啊，不会啊，因为我们刚休息时间是一样道理。那你先，你先啊。那你们两个真的是，不是、啊？他讲的有道理哎、欸，这个要准一点，那个要控。我放开以后，你拿走才开始。好吧，五啊五啊，就唱五，好。你是不是抓到诀窍是看上面是比较省力吗？没有，还是你在看自己的手有没有滑掉？对，一分钟没，三十秒，我、哦、干这这大概是一半。你的体感是一分钟，但其实没有，这大概就是一半，一半。我们直接算上面啊，三十六秒，三十六秒，三十六秒八。好，紧张了，好，可以。我现在已经很不想做了，你看，就真的很累，现在很不想玩。不知道帮我报一下秒数啊？我哪里快赢了？你看多少？我三级，三就哪多？我看一下，他有在撑，我是没拿到。你看练很气的，这样子会比较好拉吗？没有，没有，他只是转移注意力啊。很强哎，你这更强哎，又强啊，六十秒了。看来还没动还那么久，六六，哎，很猛哎、欸，很强哎、欸，不是我跟你说，掉在那边跟你在那边做有的没的，跟没差，我觉得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哎、欸，手手打不开，哦，好痛，哎、欸，太快了，开工厂，开工厂，我刚真的硬拼了、欸，你很强哎、欸，我不要，我赢波波就好，波波刚刚几秒？三十六。然后盖一六十六。哦，哎，他怎么突然开始了？意志力很重要。意志力吗？我觉得已经他没有久到要意志力了。我觉得纯粹就是激励而已，激励而已。三十八。我看你这个脸的痛苦的表情，应该是要输我了。他已经没了。四七，四八，他就运气五十。第一个是最最那个的、啊。我跟你讲真的，你做一下下腹抬腿，可以再对对对对对，可以再拼久一点。下腹抬腿，真的，对，六九了，六十了，六十了，还有六三，五六三，啊，很累，哎、欸，抬起来这个瞬间，抬起来会比较瞬间变好了，对对 对, 對, 對，瞬间转移注意力，瞬间变舒服了，哎、欸，你有觉得很痛吗？有。超痛的、欸，我下的瞬间，但我还没有那种极限。是哦、喔，我对自己太好。站握跟绑握其实差不多了，差不多，但就是要撑，不太一样，技术不一样，技术不太一样。对，我们刚刚在你休息的期间，已经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余兴表演。接着下来就看我们师弟的二刷，这从哪生出来的？这是我的哦，你自己带来的，对，我的信心来源。Oh, OK， 还有 K-pop 吗？先试试看，先试看看。对。哇、哦，哎，怎么那么突然？七、八、十秒，好像他改变了一些东西耶。他现在是他大拇指跟食指是贴着。嗯。本来是一个街头趣味挑战，但他是带着职人的精神来挑战这个小游戏。是吧？四十五。记得美丽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下腹抬腿。六十，做三六四六
加油加油！加油！你向上，快！七十了，你向上，再九秒，再九秒。十六，哎呦呦，我上就嗨了，三，七十了，耶！哎哎呦！你刚刚讲了八十，有，超越自己了，超越自己了，也超越盖伊了。第二次还能比第一次强，那他真的很强、欸，那回复真的很快。暴食攀岩真的是耐力型的，我们第二次绝对没有办法比第一次强。你在做第二次挑战的时候，你有做什么调整吗？手腕角度有点不一样，并比较直，但是比较弯一点，会用头。这次比较把力放在就是手指头不要被打开。对，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可以给来淡水挑战单杠的朋友？小拇指太短了，我觉得小拇指很重要，小拇指是最直接连到全身的一个结构会最好的。他的小拇指有点快滑出去了，对，可是一直好像其实他只有这几只在拉，其实很快就。但我们可以截长补短了，怎么截？什么？食指长的，可以 OK， 你可以卡着。也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子，哦耶！也可以這樣所以你觉得这个项目是非常吃小拇指的长度？我觉得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主要前臂的力量比较够。像握完之后，现在应该爆了。我是这边手指头刚刚反手比较酸，可是我反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腹部很酸，因为抬腿，哇、我觉得如果稍微这样调一下可能会比较好。可是我第一次就想要跳一下，如果掉下来，如果头是在上面的话，会不会比较好？而且我觉得手要再窄一点。哦，那我知道了，反握然后头在上面。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下下海上去，用脖子再加头一点，会吗？不会，超累，破解不了，破解不了。Oh no！我们今天也算是挑战成功。虽然说本来是冲着 iPhone 跟滑板车来的，没有啊，没有。那是你的幻想中的，我没有幻想，真的吗？你曾经想过你会哦？我没有想过我会拿到，我知道，但我觉得有机会。他也是很争气的，帮我们抓了两只娃娃。我们三个人好像都没有，对你刚好差零点，差秒。老板设计的太精妙了，对，就刚好抓我极限那一秒钟。对，但你看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多少？好，假设我算80秒，然后你算我59啊，60秒，70。叫做210秒，我们三人的秒数加起来可以滑板车，滑板车一台，老板可不可以一个人挑战？没有啦，开玩笑的。你说可以，我们也不会拿。然后最后呢，就是欢迎大家有兴趣，不管你是对自己的引体向上觉得很强，或是你是攀岩暴食高手，或者你对你的抓握指力很有信心的，都欢迎来到淡水老街里面的。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扛棒，叫做全民打手枪。丢棒球大赛在日曜本部的楼下，然后这边有一个拉单杠大赛，就欢迎大家来挑战一下，然后可以在我影片下面留言，或是你已经挑战过的都可以留一下。欢迎那个把电动车成功抱走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分享一下为什么他可以拉出去，对，分享一下心得，最好可以把你的身高体重列出来，跟你平常的训练项目都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恭喜思力成功破关女生两次，找老板领娃娃。你要哪一个？那个香蕉的，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吗 ？OK， 走，来这里，恭喜。谢老板。OK。很可爱。他挑的很可爱。你挑什么？你又没有。不是，我考你，你看背影。好明显。那就乌龟啊。你猜忍者龟是哪一只？绿色的 那是蓝色，这只什么龟？杰尼龟。是吗？那你好强。对。啊，不然还有什么龟？这个很好看啊。那你猜这只是什么？不知道。它是什么角色？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它。蜡笔小新。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思力来跟我们一起来到淡水挑战这个拉单杠大赛，也非常感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的礼物。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